西叫做类似终极密码，然后每个人就是每一张扑克牌，然后贴在自己头上，贴在自己头上，自己不知道号码是什么，然后最多喊三个数字，比如说我就喊一二三，我可以喊一或二或三，如果喊到我自己的数字，我就爆了。先做那个试玩的动作，我先开始，一、二，好，换他。三、四、六。再换。现在就正式开始了，第一名三千二，第二名跟第三名都一千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现在开始交换礼物。哎，这样子一半就好。对，好，好，没差，没问题。500块交换礼物。不要抢到我的了。还 OK 啊，女生的话就还不错，然后她自己小小的，我包很大，对，不方便你带回家那样子。坏东西，那是家里不要，家里不要的。听着很自豪，听着不太好吧？就是可能上班上到很躁郁的人。释放压力，迅速燃烧热量。